大家好，今天就在做一个 game。 这是一级免费，三天发消费，260毫升温水。开始和面，摆成虚张，开始揉面。面发亮配的，你看这面发的好得很。搓成长条，分成相等的份儿，将每个剂子圈好。用手一捏，然后掰开，给上面刷些油，然后擀尖儿。放到这一片上面，每一片上面都刷成油。最上面这一层就不用刷油了，再醒五分钟。在上面扎几个捻儿，凉水上锅，锅去盐后烧35分钟，关火1分钟揭锅盖，你看这蓬松暄软又好吃。切开来，卷些菜，吃很美味的很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可以照吃做。